きじゃダメさ。是冲天兵团的四驱狼领先，但是他一个人要完成两个赛季的比赛就非同一般了呀。没关系，我的超级天皇巨星会解决一切问题的。四驱狼啊，我明白了，他们的赛车装有滑动磁片，就是将迷你四驱车拐弯的时候不平衡的最大弱点克服了。嗯，以前的迷你四驱车使用单面车轮，通过外侧的轮胎空转来抵消断裂的作用，但是优队的黑部件，也就是那块滑动磁片，在拐弯的时候向左右轮胎提供回转差，使赛车能够更顺畅更平稳地行驶。这个装置与我们的拐弯装置简直是天壤之别，每到一个拐弯的时候必定无法缩小彼此的差距。啊，如果那样的话，越是拐弯的路线它越有力，所以四驱狼可能会被甩掉的。我们虽然明白插动滑片比一个车轮的效果更好的道理，但是应不应该在迷你四驱车上安装这种和 RC 相同的滑片结构呢？会不会球形滑片？你真聪明，一下子就被你识穿了，冯先生。因为球形滑片非常简单，所以可以制成超小型的轻型装置，再经过优队的手将地面终极的血液重新进化了。可是这种新的进化只适合拐弯的时候啊。什么？结果是经过了球形滑片的装置，淡薄了原来的地面终极的血液。请看那边吧，看看超级天皇巨星的行驶吧。非常快，在四驱狼的带动下，超级天皇巨星更接近地面终极了。冲吗？冲啊，四驱狼，向前飞呀、啊！四驱狼大哥，冲啊！冲啊！太惊人了，是不是赛车的装置决定胜负？冲天兵团的四驱狼速度非常的快。我们上次集训时看到的简直像是另一部赛车，好像不会有我们赛车的那些问题似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样的行驶非同寻常，一定有什么秘密。是什么呢？这就是超级天皇巨星真正的实力。冲啊，超级天皇巨星啊，就好像有人驾驶它一样，当需要功率的时候就用大功率行驶，平坦的道路就用正常速度行驶。对了，我明白了，超级天皇巨星行驶的秘密就是自动变速装置。变速装置，对，这就是超级天皇巨星的新生命，超级 U 系统。超级 U 系统。超级 U 系统就是使用 U 级别还有小型轻便的自动变速装置，当然一般的赛车只使用普通的踏板，可是我们的赛车使用了这种系统以后天下无敌。你在四驱狼的超级天皇巨星上装上它了？对，通过四驱狼的比赛我要完成这个装置。四驱狼，就算你来到最后关头也难说胜负，
不过一部赛车跑两个赛区怎么能够勉强呢？你应该反省你的骄傲了，加藤。哼，啊，加藤突然停止不前了，加藤想干什么呢？但是黑炸弹却一个劲地往前冲，这是为什么？什么？就是黑炸弹飞出了界外，加藤也是理都不理，根本不去找他。是神奇！想干什么？在这分秒必争的状况下，优队究竟想干什么呢？哦，会不是超级天皇巨星？哦，我明白了，这是鬼见愁的作战方法。鬼见愁，就是他。看，超级天皇巨星，还有四巨狼。速度降下来了，电池用光了。都说行不通的吧。一部赛车行驶两个赛区不行的，速度一旦降下来，紧追在后边的鬼见愁马上就可以追上来了。不要说一部赛车赢不了，就是有五部赛车，超级天皇巨星也是赢不了了。啊！这一切可以说是四驱狼一个人在对优地的全体队员总决赛呀！四驱狼，快点换上电池啊！不行，现在换新电池的话，马上就会落后的。那怎么办呢？那鬼见愁的确不简单，马上使出了他的作战策略。四驱狼，这就是哥哥的策略。为了取胜，他可以毫不留情地舍去还没参战的赛车。阿晨呐，大哥，冲啊！你们不是冲天兵团的吗？四驱狼，冲天兵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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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你了，超级天皇巨星，加把劲儿啊！求求你了，超级天皇巨星！哼！能赶上了吗？四驱狼。不要泄气呀！燃烧太阳！我哈哈！端去狼！不要太早泄气了，这里还有我顶着呢！端去狼！四巨狼，还傻呆着干什么？快点换电池！端去狼！快点！燃烧太阳套，现在还能跑，什么时候全坏了就不知道了。端去了，你顶住，顶住！燃烧太阳，在四巨狼换电池的时候，你千万要顶住，顶住，顶住！啊！再跑三分钟，不，两分钟也可以啊。燃烧太阳，你走在地平线上。我们和地面终极在一起，燃烧太阳！端去吧，求求你了，加油啊！现在只有你一个人了，坚持住，赛车手端去狼！坚持住！四巨狼，下面交给你了。
燃烧太阳，现在和四驱狼过了干。好样的，端去狼！高级起步，冲击！四驱狼终于摆脱了危机，向日军也和鬼见愁换了班。阿晨先生，拜托给你了。冲！原始天皇巨星！两位赛车手手持防止赛车出界的引导驱棍，驱使着赛车以最快的速度冲向最后一个赛区。穿过拐角的鬼箭头的原始天皇巨星和从拐角处竖起来的四驱狼的超级天皇巨星同样的优秀。赛车的性能是半斤八两，那么这场比赛将是赛手力量的较量了。那么拥有胜利的将会是冲天兵团还是优队的？现在两队车马来到了最大难关弯曲跑道了。接下来的是原始天皇巨星，原始天皇巨星也出界了，呀！他们的赛车怎么都出界了呢？他们以和赛车相同的速度赶在赛车到达之前。处理好正确的装置，就能使赛车回到跑道上来，我会甩掉你的。正在激烈的比赛的两位赛手不停地用引导驱棍拦住即将出界的赛车，谁也不肯落后一步，这使这场竞赛进入了白热化的状态。关系到胜败的这一仗真是难舍难分的。不对呀、哦、鬼见愁正一步步地追上四驱狼呢。我能感受到的，鬼见愁，我能感受到背后你那双冰冷的眼睛。再这样下去会被他赶上的。终点呢、啊、怎么还没到啊？不妙，四驱狼压力太大，心已经开始乱了。他过分注意鬼见愁，忘了发挥自身的潜力了。四驱狼，鬼见愁正一点点地逼近四驱狼，四驱狼是否能躲得开呢？四驱狼，你们听着，在这里干着急也没有用，大家都到终点去，去给四驱狼鼓劲儿，加油啊，四驱狼！四驱狼拼尽全力也要将赛车驱回跑道上，鬼见愁已经追上来了。鬼见愁这家伙还游刃有余地渡过转弯处，而我的身体已经不听我的话了，我的脚动不了了，不行了，支持不住了。机会来了，四驱狼的身心支持不住了。冲击原始天皇巨星。什么？鬼见愁终于追上了四驱狼了，这场比赛我赢定了。超级天皇巨星又出界了，超级天皇巨星。超过四驱狼的鬼见愁渐渐地拉开了距离，四驱狼会退出吗？太好了，优队赢定了。四驱狼大哥，完了，四驱狼，鬼见愁离终点只剩下最后一个拐弯了，胜利会属于优队吗？我已经被他赶上了，不行了，我输给鬼见愁了。四驱狼，四驱狼加油啊，冲刺啊，我们等着你呢，冲啊！大家，四驱狼，四驱狼站不起来了，难道他的
比赛已经死了心了吗？到底还是不行啊！哦，对不起你们了，我。超级天皇巨星，超级天皇巨星还在走呢，他想走到终点去，他向着地平线走去。对呀，父亲曾经教育过我，要战斗到最后的关头。死去狼，战也是输，不战也是输。那么，既然是赛手，就要战斗到最后关头，即使是倒下，也要向着地平线倒下，在地面终极处。爸爸在等着你，我等着你，在地面的终极处等你。爸爸，我赢定了，我们赢定了，四驱狼。鬼见愁，现在来个了结吧，看看到底谁是地面终极真正的继承者。去吧。超级天皇巨星，战斗到最后关头，向地平线冲刺吧！啊！怎么回事？车走到间隔壁上了。撞上间隔壁的接缝处了，赛车跑回跑道了。难道他一开始就对准了接缝处了吗？死去狼！啊！超级天皇巨星，按出入界走法。出入界走法，并排了。并排前进了，超级天皇巨星赶上了原始天皇巨星，并肩前进了。现在两部车不分先后的向着目标冲去。到底首先到了终点的是冲天兵团还是优队呢？看，两部车并排到达终点。同时到达。结束了。同时。建湖先生，你说怎么办？还要再比赛吗？放心好了，看看路上就可以做判断了吗？看看前面的荧屏吧，我们一起看一看吧。什么？就差这么一丁点儿？就是说，冲天兵团赢了。赢了！太好了，大哥！大哥，就这样输了吗？不愧是冲天兵团的。终于赢了，你看见了吗，元九郎？大家看得很出色，我很满意。大黄先生，优队啊，不，我输了。你们死去狼他们教会我们以地面终极为目标是怎么回事了？是，哼，下次我一定会赢的。够了，阿神先生。够了，我们承认输了。死去狼，只有你。只有你们冲天兵团才是真正向着地面终极的队伍。冲天兵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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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は小さな色だけど見失うなよ大きなゴールを君は未来のウィナーだから風に勇気を膨らませ走
can't